哎呦！Hello， 江江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玩鱿鱼游戏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不是转过去了吗？哎呀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哎呀，水哦，好可怕哦！怎么上去啊？偷看他小裤裤哦！剩下最后一个人了，上来上来上来！走好慢哦！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冲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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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可怕哦！在跑啊，在跑啊！那个一下，哎呦，倒了啊！挂吗？还站着。哎呦，好可怕！我差一点就赢了，太扯了你！我差那一步而已啊，太急了，太急了！哦，
抓到诀窍了，他转过去那一瞬间可以加速跑。就是他还没唱歌之前，有一段大概一到两秒的时间可以跑冲刺，可以拿第一名。然后我刚停顿一下，吓一跳。过过过，耶！耶，yeah, 我第一名啊！再来啊！那个人在笑，他跑回去哦。它好慢哦。所以跑第一名一样会死哦。啊，不是啊，左下角有一个圆圈圈，应该是得名次的吧。我看看啊，已经要开始下一局了，来试试看，再玩一次。错过了，错过了，是吗？哦，没有，开始了。倒数哦，2、1 ，Go Go Go！再跳啊，在动吗你？哎呦，我刚动了一下。哎呦！狙狙啊，那么快就死了。好，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Gold Mask， 我获得了一个 Gears Win。哦，赢20次可以解锁这个金色的面具。赢50次可以解锁这个粉红色的这个面具，然后60次可以获得蓝色的面具，是这样。所以我现在只有3个点数，不够。OK， 我们的鱿鱼游戏呢，就要到这边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等下，这边有可怕的照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好可怕哦。OK， 先这样子，各位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那如果喜欢这个游戏呢，就别忘了。在我影片下面帮我按个赞，然后留言一下，说明说说你对这个游戏的看法，然后
那个这个游戏呢，要下载这个 Roblox 的这个 Fish Game。OK， 感谢各位收看，先这样子哦，各位，拜拜，我是江江。 无论车技的多棒，刻意的模仿只会换得分神。我注定的屏障，注定的形象，黑都被上分灯。我天赋怎么跟读书，天赋记录，心境接了 flow， 接过了艺术的天赋的密度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不能半个人称自己战神，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得可准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说，别人被他玩得真。很羡慕嫉妒我，这边记住，帮你挖三个粉。